我哋係要齊心協力，令到我哋營造一個安全嘅環境俾大家嘅工作。我哋需要首先發起一個覺醒行動，啊，喚醒我哋建造業，大家要再重視呢個工地嘅安全。咁究竟生命第一 ，life first， 系一个口号啊，定系一个实质系改变地盘嘅运作呢？就好睇我哋能够身体力行做好佢。生命第一。